这幻血，哇，这个塞维纳你居然玩坦克，你要帮他补了，不然我觉得这样不行。哎呦，我差点、完了，拖仇恨，这个绝对拖仇恨了，差不多了，没有拖这么神奇，人物没有过，拖了，不过这是时间到了拖然后你他妈怎么那么远？闪光弹，好，OK， 闪光弹不错，马上两个龙卷风，超开心，马上再接着，再一个闪光弹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刚开始坦克还没拉到，应该就是那个了，不要这样，人家也是可能新人嘛，对不对？我有的干你老师嘞！我这……哦，只要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能闪光弹原因了吗？各位，你们都要注意听我说，当你的现场有坦克的时候，不要扔闪光弹。不然你就会看到像现在刚刚那种结果，如果你路人团这样打，马上就会猫一堆，你信不信？真的，因为你会造成整个场地瞬间马上超级多的龙卷风。哇！烦嘞！干，早知道刚刚跳了啊！烦嘞！啊，烦了！完了，八个啊！暂时不动。OK。哇！有新的飞雷亚种片片哦，是啊，有片片的，真的假的？有影片的，哎呦，真的哦，真的吗？灭龙石在这边看到了，我们要捡一下，向着300全速前进，别！他怎么先进去了？看那位都不等的呢，啊，白痴哦！
带过一点，带过来一点。怒气没有，没有生气啊，我只是很傻眼。刚刚我怎么就干三小啊？就认真打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刚是很认真在打，没有生气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以后那个脊背最后一区有没有？应该说不管最后区还是哪一区啊，脊背每换一个区域的时候，我真的切记你一定要等人都到场的时候再进场，不然你就会发现刚刚那种很尴尬的情况。真的好险，我们那个转声音装真的转完了，不然真的我刚刚。我不知道怎么入场欸，哇、哦，好累哦，呵呵，快没力气了。为什么我觉得打完这场我就快没力气了？